我今天带来的才艺是与众不同的表演，绝对让现场所有的人、所有的老师叹为观止。哇哦，好，超想叹为观止的。谢谢老师。那你准备好了吗？其实可以多聊两句。再多聊两句就露馅了。讨厌。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好。霜雪雨波激流，历尽苦难是心不改，少年壮志不言愁。金色的海啊且久久，未来之处显身手。我挺喜欢你今天的表演的，而且我觉得你非常的松弛。我的决定是 yes。 恭喜你成功了。恭喜你成功了。